自然中存在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现象，但若细细的追究，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并非完全难以解释。在厦门文曾路通往半岭宫的路上有一处怪坡，无论任谁尝试，东西总是会从坡底滚到坡顶。这个看似摆脱地心引力的奇妙磁场，吸引若干前来寻奇的民众。经过测量后发现，位于路口处的怪坡，事实上坡底比坡顶还要高上一公尺多，但它怪就怪在周边的参照物让人们的视觉产生错误判断，眼睛仿佛被施以幻术，硬是将上坡误认为下坡。即使谜底揭晓，怪坡在人们看来仍然怪得出奇，怪得有趣。